摊位前总是挤满人，靠近一看才发现上面摆满各种料，种类之多让人犹豫不决。这里是善化的福星号苏家冰店，在地老店加上节目加持，让本来就受欢迎的店面更加人潮满满。料理台上有爱玉、荤桂、粉条、粉圆、仙草，当然也少不了各种绵密的红豆、蜜豆、绿豆、芋头等等，铺得尖尖的刨冰，淋上香甜的黑糖，夏天时来上这么一碗甜而不腻的冰，真是消暑。若不想吃冰，这里的热饮也很不错，八宝粥、银耳汤还是汤圆，几枚铜板就能有大大的满足。